还有个老大，老大没有放，老大放不了。老六又回来了，老六，老六，你个老六，老六，老六上。上啊，它的食量比较小，但是它吃食频率比较高，体型小。摇头晃脑，抓抓抓，赶紧的。抓，呆死了，要跑了，要跑了，要跑了，哎，滚，给我吓跑了，来。哦，中午吃啊，他这玩意一天吃一顿他都没啥问题。又回来了一个，好，老六已经回来了。又干了这个老鼠了，好，又回来了一个。老六看到老鼠了，他也看到老鼠了，那眼睛很厉害，这玩意这草挡住了他已经看得到。上啊上啊，摇头晃脑，你看，但是老鼠不动，它也，老鼠一动它就要上。上啊上啊上啊，这个好像是之前没回的，比较饿。那两个中午吃了，就没那么积极了。都不饿，这个不饿。好好好，他也看到老鼠了。老六，你抓不抓？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哎，他来了，你抓不抓？上啊！这老鼠刚断奶，
你不饿吧？怎么老鼠在这儿？哎，还行呢，这个。哎，这个。我这边的放生的猫头鹰它不会乱跑，因为这边有野生的成年的带着它们，之前的七个已经被它带着了。哎，又来了一个，它从哪里跑过来的？是吧，真猛啊，这家伙直接吞了。那边好多猛的叫，这里有一个在这猛的趴，飞过来了。哎，这下面有一个，好像是成年的，好几个，这上面有两个。这里还有，哎，回来了。还有个老大，老大没有放，老大放不了，老大喜欢乱飞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不要抢，不要抢，我还没给你开喷雾中。走吧，拉走，拉走。有一个已经走了，在这。哎，抢起来了。来来来，快！那里还好多野的，也不是野的，之前放的，胆子现在很小了，不敢过来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在这里，胆子虽然小，但是比野外的胆子大一些。来，来，你不敢过来吃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在这个树枝上面。我丢远一点，那个丢得很远，不知道还跟不跟过来。哎，跳到这上面来了。来，那个是之前放的，这个树枝上面。这个，这是上一批的。好，来了一个，上一批的也来了。看见没有，这里是四个，那里还有一个，然后老大是没放的。过来，快点，都活得很好。我放的那东西我都是会监测的。来，你飞上去了。
活得很好。那、这两个在交流，这一批的和上一批的，这一批的叼了个老鼠飞过去，让上一批的在猛地抢他的老鼠，笑死了。左边这个是上一批的，右边这个是刚刚已经吃过食物的，在擦嘴巴。看一下，老六，别的都吃完了都走了，他还在吃。来来来，飞了飞了。好，我走开，然后他们野的都之前放生的应该都会过来吃啊。你是谁呀？啊？来来来，转过来，这是最后一批的10、11、12，哪里都能遇得到，这随便到处都是。这林子里面应该起码有，加上如果加上他自己有崽子的话，他就算他4只，加上大的2只6只，这里应该有18只猫头鹰。这个林子